对啊，你讲你前啊几年无洗过烧水啊？十几年啊。十几年啊？系啊。啊，你寒天拢咩啦？啊，若今年寒有七日尔，无多食老家一个哦，拢啊，无人要照顾我，我正家一个，我感觉我无多啦。好啦，别来。你讲嘛？系啊，别啊，你试者。你咧吃者无什么含油来，你干嘛无够烧？哎呀，啊你无够烧，温度我该食较高。啊兄兄，爱控制，哎对。好，啊你来迄个咩啊？哎，咱平平啊，好无？袂搞袂好无？ Hello， 我是红诶，今天我们人在后里。这边有一个阿伯，已经好几年没有洗过热水澡了。我们今天带热水器要来过来帮他安装。伯啊，你好。好，你好。嘿，啊，我带师傅过来。哦。嘿啊，嘿啊。哦，太谢啦。别，妈你讲。我们刚才吼，师傅已经把旧的这台热水器拆下来了。原则上吼，这个空间是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墙排的热水器下去使用，不然会比较危险。所以待会还会启动。讲你前啊，几年无洗过烧水啊？哦，十几年啊！十几年啊！系啊！啊，你寒天拢咩啦？啊，若今年寒有七日尔，啊，无大无钱，无钱好用啊！真正无钱啊，干一个尔。啊，烧水唔使过充电，啊，你烧水过充电？咩啊？啊，算你即马身体较无好，就拢无法度做事啦。拢无法度啊啦，我十外年拢无法度做啊。我听伊讲。你以前啊，有种种足侪菜，拢会死过槟榔哦。啊，都敢做电视有无吼？槟榔吃无紧啦，无你等下嘛拍算啦。嘿。对啦，算讲你以前有共帮助，真嘛是人会甲你帮忙啊。对啦。嘿啊，互相啦吼。嘿啊。别啊，你原底迄用，因为迄较无方便啦。我直接甲你换迄淋浴龙头。嘿啊，换掉你就拆下就会使用啊。烧的甲冷的就烧冷嘛。哦，好。嘿啊，嘿啊。来，你讲者，我讲好啦。别啊，来。你讲嘛嘛。好。嘿啊，别啊，你试者。你咧试者无什么含油来，你干嘛无够烧？嘿啊，嘿啊。啊，你无够烧，温度我该食较高。啊，兄兄，爱控制，哎对。好，啊你来，迄个咩啊？哎，咱平平啊，好，袂搞袂好，好啊。控制温度有啊，咧。若烧烧，你就爱调节，要调节。日前第一次来阿伯家敞勘的时候，就发现屋顶漏水很严重。阿伯本身很客气，没有提出特别的修缮需要。而我们做老屋改造的职业病，是不允许渗漏水所造成的钢筋锈蚀与房屋结构的伤害。主动邀请了防水的厂商与志工一起来协助这一次的屋顶渗漏水的修缮。艰苦到安尼哦！你看，迄个规桌顶拢全是我十几包，啊，食我食袂平，啊，顶礼拜、顶个月安尼接接挂十几桌，安尼哦。啊。辛苦啊！无多食老家一个哦，拢啊，无人要照顾我，正家一个，我感觉我无多啦。系啊。啊！你前下讲你嘛无事事啊，嘛无通甲你斗三工。拢无该一个尔啦。后个人甲你哪用来甲你斗看一下嘛是袂歹啊。有啦，谢谢啦。系啊。好，谢谢啦。